播一下下哦，只播一下下哦，因为感觉大家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我们的宝贝喽。怎么了？饿？吃什么了？没事没事。不认识姐姐了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吓到了是不是？没事啊。吓着了，手机掉了，吓到宝贝儿。吓到了，哎呀，你把姐姐都划到了，你吓到的时候，哎呀，给姐姐划到了，一回来就送姐姐个礼物，你真是，咋的呀？嗯，没事儿，没事没事，最近没不太行，哎，就知道，还是得我来是吧？哎哈，松手松手宝宝，松手，你这个指甲该剪了，指甲也该剪了，指甲也该剪了，哎呦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给喂好吃的好不好？你要回来都没喂好吃的，生气了哦，去吧，给他拿好，拿点好吃的，哎呦。这几天姐不在，是不是都没好吃的了？嗯，有好吃的了是吧？哎呀，指甲先剪了。嗯，把指甲剪了。嗯，现在知道叫了啊。嗯，人骂刘书贤不行，三个小猫。谢谢我是人啊，谢谢丫丫。没好，一看就没好好整。嗯，好，先吃一点点再剪指甲，先吃一点点让他们开心一下下。谢谢潜意识的长裤。哎呀，滑到了。滑了一小段，刚想到下段了，还好没有流血。等一下，不是饿，过来，暖宝先来好不好？暖宝先来，谢谢潜意识长裤，谢龙王。让暖宝先剪指甲好不好？因为暖宝不听话。哎，他一会儿就生气。哎，啊，好好好，哎呀，掉了掉了掉了，姐现在腿都已经支撑不住你了，不行。哎呀，好好好，哎呀，那宝乖，那宝乖，那宝剪完就吃的好不好？也亲一个，嗯，嗯，剪完就有好吃的了，好吗？你再不剪，就是你抓到了姐怎么办？哎，哎，好好好好，对，该挣扎了，因为暖宝最难剪了。哎，好好好好好好好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啊，不行不行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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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嗯，解摸解摸，来吃一口吃一口吃一口吃口吃口吃口，哎呀，好好好，嗯，真乖真乖，嗯，好，剪一个吃一口，剪俩吃一口，这哎，剪完了这边的，那奇怪了，是这边的，是这个手了，哎呦，好好好，举一个举一个举一个，举一个举一个举一个。啊，吃吃吃吃吃，好，你脚尖啊，姐姐姐姐姐姐姐，哎呦，哎呀，弄不动你了都，嗯，再吃一口，再吃一口，啊，再吃一口，
啊，剪剪剪，那速战速决老快了。哎，又要跑，哎，快了快了快了，还有最后一只脚。啊，好，好。最后一只，这边大拇指给你拉，大拇指都给拉下了，底都流鼻涕了，这热了的，啊，去，好，就是你啦，姐姐要给你吃好吃的，宝贝儿，哎呀，好好好，不捡不行，你都抓着姐姐了，刚刚。小狼最不会控制自己是吧，都不会控制自己，现在觉得小碎挺好，至少都不会抓伤。嗯，快吧，嗯，这个吃的慢，多吃会儿。嗯，好，捡一个爪子吃一口好吗？小狼还好，小狼挣扎的 不厉害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嗯，乖吧，乖。哎，大拇指是最难剪的，其他手指都好剪，就大拇指难剪。嗯，好，这个啊，你也是，你跟他一样好吗？你刚刚都看了流程，吃几口剪一个，好不好？主要是我都要流鼻涕了，要赶快给他们剪，要不然我可不想接下来又被你们误伤。但因为小猫有时候它也不想抓到你的，那没办法，它指甲太尖了。大拇指最讨厌剪大拇指了，算先剪其他的。嗯，你听到它哼唧的声音了吗？我都被小狼传染了，有时候都很想哼唧。哼，小狼过去吃粮食了，好搞笑。嗯嗯，好好好，好好好，哎呀，好好好，有小碎生气了。好，这边姐姐，他好，哦呦呦呦呦，他好。狼哥剪指甲一直很乖。就不喂他吃的也行，但是我想让他觉得他剪指甲就没吃的了，以后再不听话了咋办？是吧？是吧呀，小狼。姐亲一口。去吧。还要给他剃脚毛呢，小碎的小感觉小碎都瘦了，怎么回事？毛粘到我的鼻子上。哎，姐本来想吃点东西的，结果一回来发现都是毛啊，都是毛，就开始粘毛，找不到那个搓毛的了。我得先把毛给处理了。已经抱过小碎了，再抱一下小碎好不好？已经抱过了，再抱一下，再抱一下，最喜欢抱小碎了，是不是哟？这个也是要哄着的。提醒我是人啊！好，好了好了，哎呦，这个得先剪一下再吃。哎呀，你看他也挣扎，但是这个体型大，哎呦，这指甲长的，都是，哎呀，这么厉害呢！好好好，我们也吃，
小碎他不怎么放。哎呀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截线力气没那么大，姐姐，你太大了，身上已经抱不动小碎板了，吃点吧。呀，你看他不怎么吃，他要开始抗拒。其实也是想吃的，也是可以吃的哦。完了，不行，速战速决了。啊，吃，你不吃吗，宝贝？好，比起吃呢，我还是抱抱啊，姐姐抱，姐抱。姐姐抱，姐姐抱，姐抱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走，姐抱会儿，姐抱会儿，好吧，单纯抱会儿，不吃了，单纯抱会儿，单纯。谢谢64的马卡龙，谢谢64。本来想给你们看看小猫就得了，结果这小狼给我抓到了之后，就感觉还是先剪指甲吧。反正早晚也是得剪的了，是不是？早晚都是要剪的。好，接下来强硬的了啊！剪，好好好，知道不喜欢，但是没办法呀，是不是呀？没办法，没办法。你现在再不剪，你以后剪更难剪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嘛？你说，你说是不是嘛？是不是都热了？姐姐热了，其实是，哎，不动，不动，不动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，它嫌太大了，它一动我就掉下去了。乖宝，乖宝，小碎的比较难剪，因为它太长了。两岁又太大了，弄不动他。啊，这边默默剪了没？都没给你剪的太往里呢。哎，108000里。好了，脚脚剪一下，很快的，姐姐速度很快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脚脚磨得非常。哎哎，姐姐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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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一眼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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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姐看一眼，看有没有捡到它，因为它有时候没捡到它会叫。看看看看看看，别动别动，你别吓着姐姐。哪儿呢？看一眼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捡到毛这边了。拽到它的毛了，拽到它小脚毛了。哎呦呦呦呦呦，对不起的小碎板，它脚毛太长了，拽到它的脚毛了。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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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错了。还有一个，咱们把这个剪了，好吧？还有一只脚脚。对不起，哎，脚毛太长了，一会儿再给他们剃。哎呀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好好好好，马上好了啊！哎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！好了好了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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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是应该先剃脚毛，但是不行，因为他们这个流程太多了，而且他们太挣扎太厉害了，我要是剃完脚毛就剪不了指甲了，我得先把他们指甲剪了，因为指甲太长了。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，嗯，对不起，抱抱抱抱抱抱。哎呦，是吧？好好好。是因为它太大了，现在，但是我感觉它瘦了，都没之前沉了，是不是瘦了，宝宝？谢谢小狗克，是不是瘦了？姐姐带你去量好体重，我感觉它瘦了，因为我一回来感觉头变小了。谢谢寸口，谢谢露露。
真的瘦了，这沙滩我给你们看，你们看就看出来，你看嘛，是不是瘦了？上半身就明显瘦了，是不是？写三角杆，是不是？嗯，我感觉他上半身是瘦了的。哎呀，夹那么多，倒是看，估计把脚毛都给弄掉了，把他脚毛一块剪下来。哎呀，我这衣服上都是毛。没有，拽了一下，但是他的脚毛太长了，找不到那个刮毛的了。就以前推荐给你们有一个特别好用的刮毛的，找不到了，只用这个小轮子。对，我这衣服也得粘粘，我都忘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出去的时候因为没有小猫咪。谢谢哈塔，我嘟嘟嘟等克隆，所以经常会忘记。生活中也有好多小毛毛，就是这种毛毛，得都给粘粘。你这种衣服它其实很隐藏毛，看不太出来，但是它其实很粘毛。我胳膊上都有，我吃点，我刚刚吃了点水果。刚好是毛衣，对，所以他看不出来，但是其实很粘的。我带了很多吃的，我不是带了很多，我刚拿过来很多吃的。其实我现在根本不知道我该吃什么。谢明初，我就刚刚吃了点这个水果，因为我在那边，我感觉我就只吃了柚子，吃了莲，我吃了。对呀、啊，我的妆是自己画的。谢哈特皮皮的马卡龙，谢哈特皮皮。嗯，一会儿我再给他们点吃的。谢谢瓜子君的红果，谢谢瓜子君，波波。不一样的风格，因为我现在是粉色头发，所以基本上只能画粉色的眼影。哎呦，我想一会儿再去看一下小翠吧，要不然我只觉得刚一回来他们就觉得我好讨厌呀，刚一回来就给他们剪指甲。对，我觉得头发颜色掉了一点，比之前漂亮一点。小蝴蝶是贴上去的呀，一会儿我给他们弄点鸡胸肉吃就好了。要不是小狼刚抓了我，都不知道他们指甲长那么长。因为平时抱着他们的时候，他们指甲就老是会刮到人。谢谢墨白。对，而且其实我对于边喂他们吃东西边给他们剪指甲这点，我其实我觉得不好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般来说要先给他们剪指甲再给他们吃东西，不能先给他们吃东西再给他们剪指甲。如果你先给他们吃东西再给他们剪指甲的话，他们在时间久了，他们就会觉得你给他们吃好吃的就是要剪他们指甲。你要先给他们剪完指甲，这些干完他们不喜欢的事情，然后再给他们吃东西，他们觉得那以后我都可以听话，然后都可以剪指甲剪毛毛，这样子我就好吃的了。这一只纳梨
但是因为我觉得，因为他们太久没有剪指甲，太久没有给他们剪。谢谢那里。哦，哎呦哎呦，谢谢的马卡龙。这光有点，因为我没有用手机支架，它老是要倒。谢谢我是人呀。这次破例是因为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他们整那么多步骤了，因为一般来说要给他们弄点吃的，但是我想先把一会儿先把毛粘粘。因为刚刚回来找了好久，那个弄地上毛的东西找不到了，不知道去哪了。这手套怎么不摘下来？粘，摘下来粘都不好粘呀，但是穿上好粘了。还好不是不算特别累，因为今天没有拍摄，因为已经连续很多天的拍摄嘛，就很累。今天是自然醒，谢谢三金 P 图。今天是自然醒，然后又没有工作一天，就不是很累的，精力还是很旺盛的。好吧，其实也没有精力很旺盛，因为我在飞机上睡觉了，呵呵，这个是主要原因。在飞机上，我本来想的是还没有到困点呢，应该不困，结果一躺那就开始睡觉。哎，我去拿个湿纸巾，拿个纸巾，我吃两口东西。就随便吃点零食吧，太晚了，不敢吃什么太多那个东西。也好多，你们几点休息？现在是。主要是因为现在一点钟是之前的12点53，也就是11点53，所以就觉得还行，还没到十二点呢。谢西瓜瓜超甜的马卡龙，所以就觉得还行，哈哈，没有算特别困的。好，我把这些。行李就明天再收吧。放假了，明天开始放假吗？你们？谢谢墨白的奶茶。哦，天哪，好幸福啊！哦，今天已经开始放假了。嗯，这么好。嗯，没关系，我后面也放假。好，没关系。对，我明天也放假，但我明天要收拾行李，然后把屋子收拾收拾。今天不是明天了，谢谢我是人呀。对，又开始洗衣服收拾行李。我一看这几天我走的时候
拜拜。给你尝一颗好吗？其实我走这一天，小猫咪什么的，我以为有人在就还好，哈哈，我一回来发现猫脸撒了一地。吃的够激烈的，果然，不好意思，刚刚只有小穗没有吃东西。一点不熟悉，而且地上的毛毛。回来之后吸了一遍，发现根本没有用，还是要用那个搓毛的。对，他说他不就是不弄了，我估计他就是排练或什么的，所以没管。咸麦香鱼，我走之前什么样回来还是什么样？不是走之前什么样回来什么样，走之前还行，回来不行。写甜度冰块，因为我一回来发现他们这个小毯子，就是他们睡觉这个，都不知道飞哪儿去了。谢谢大伦的马卡龙，然后全是他们搓成条的小猫。哎呀，其实我小猫当家。没有，我只是刚刚感觉弄到小碎巴了，还睡觉了。本来想回来陪他们玩玩，因为我感觉很久没陪他们玩。我在飞机上的时候捡 vlog， 就是捡到小狼2年前的那个视频，然后就觉得好不一样啊，跟现在，因为那时候我每天都在陪他玩，每天好多活动，这是2022年了，一会儿陪他在沙发上玩，一会儿陪他在这个床上玩，一会儿陪他在桌子上玩，一会儿不管我吃什么东西，我都会问他你要不要吃啊。然后陪他天天陪他玩，然后陪他在飘窗上玩，陪他在他的窝那玩。但我已经好久好久没这样陪他玩过了。没有，那个时候不是被也有疫情期间吧，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生病了嘛，我那个时候因为生病了，天天在家里。也没什么事儿，所以就每天陪他玩。他看起来就是也很可爱。现在手机里猫视频也很多呀，所以我今天剪视频的时候剪了，本来在剪 vlog。结果发现全是猫，所以我打算直接变成小猫的视频了，因为我大概有30-40个视频放到一块，发现小猫的视频有30个，人的视频可能有5-6个，然后拍吃的，剩下拍吃的，
然后全给他，但是我发现因为有很多都很无聊，只单纯的想记录一下，所以应该不会剪进去，就剪进去一些小小的片段吧，不然的话数据太差了。看之前一天三高光时刻，高光时刻，高光时刻，嗯，不一样。那我肯定会觉得什么我都觉得很可爱，但也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很有趣很可爱。吃我蛋卷喽！对啊，这就跟我没有养猫之前从来都不聊猫，我每次听别人聊猫就有一种未婚人士听已婚人士聊自己家的孩子，不想听。一堆已婚人士在那聊自己家孩子，真不想听。我理解，微微，那对，有了孩子就全是在晒孩子，你看小猫都是天天晒，小孩也不得天天晒。理解。大不了也不看了。嗯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，小碎宝？怎么这个表情看姐姐？咋啦？怎么啦？我一吃蛋卷他就看我。嗯，你想吃啊？你闻闻。呵呵，他俩好搞笑。嗯，他又不能吃。啊，小碎板走了，你不能吃。这样吧，啊。你别以为不知道你这样偷吃我的蛋卷，哎呦，镜头好魔幻！谢谢素雨条，镜头好模糊。一说到模糊这个，哎，我应该镜像一下。这是右，这是左，嗯，这是右。这是右，这是左啊！一小木子，不会摔痛的，因为下面是垫子，好不？不会摔痛的，怎么可能？给你们擦擦，一擦又要掉了，我都不敢碰了。不敢动了，手机。下次我还是把你们放在支架上吧，在家呀，但是手机支架放不了桌子上。今天没有找地方，也别提。哎，我重新给他们弄个水喝吧，一会儿重新给你弄啊。再播个五分钟，吃饭我就走了，我给他们弄弄，不然我总有一种你们懂吗心虚感。谢爱退不退，感觉离开家这么久回来也没带点什么，心虚啊。
因为他们老盯着我，不知道为什么老盯着我。小碎宝也是，老是一直盯着我，我一拍他也不盯我了。你也是，你看他在那儿弄水，我一会儿给他重新再换点水，干嘛呢？他们三个来回就在这里，整的我都心虚了，整的我都心虚了。你们一直来回转悠，然后就盯着我。对，他怎么就盯着我？难道他喝不到水了吗？还有很多水啊，是不是因为上面有一点飘着的东西啊？因为觉得水这种得经常换。看我出去很久回来还活着，不是敲碗了，他就是，我觉得是因为他脑袋比较大，然后他也扒了，哎，好痒痒。我帮他弄，你在说什么？帮他弄什么？他在喝水，我帮他弄，我替他喝呀。哎呀，好痒痒！我现在又要开始一直摸鼻子了。好，因为有猫毛，就在我脸上，我给你们找一个。等会儿，找到了，看到没？哎，怎么显现不出来？哎，竟然显现不出来，放在深处。哎，就在这儿，你们竟然看不到，为什么这样？看到没？这样看到没？看到了吧，放在我眼睛这，你们就看到了，看到了吧，因为我眼睛是深色的。就脸上就会有这种小毛毛，又有一个。所以我就老是痒痒。今天是蓝色的美瞳叫白百蓝，所以我一会儿要把毛毛这些毛都处理掉，这样下次波波的时候就不会这样了。谢谢爆炒脆沙。把这首歌听完我就走啦。谢谢拉面。马上竟然又要见面啦！谢谢战卢，谢谢小王八，谢谢龙王，谢谢明珠。怎么回事？妆都被我擦掉了，谢谢改名太难了。是的呢，今天可以睡久一点，但我肯定很早就醒了。谢谢我脾气不好了，谢谢路痴的小张。这鼻子粉都已经被我蹭掉了。谢谢出来的小号。
你们也好好休息哦，虽然放假，但是也不能太熬夜。谢 XOO， 谢推不推，谢谢 Hot BP。我肯定明天一定要给自己点好吃的。本来跟周华说一起去吃椰子鸡，因为他说他想吃椰子鸡，我说那去吃吧，他就说那我们回去就吃。谢开开，但是明天不一定了，万一明天我们又犯懒。谢谢玉怀。一会儿就去卸妆，不能把我这个好的这个作息给毁了。哪家椰子鸡？我们经常吃的那家叫椰子布鱼，好像。也吃不完的冰。我听完了，好，我走了，刚好1:11，赶快走。因为人家说了一样的数字，说明有人在想我。好，我走了，拜拜，晚安。